介紹下，咁介紹下你點解喜歡呢首歌嘛？咁喺揾歌嘅時候就諗起一啲好慘嘅歌，次次都揀啲好難唱嘅歌啊，或者一啲好勁嘅女歌手歌唱，咁梗係要知道點解你會揀嗰首歌啦。咁啊，我中意聽慘歌嘅。我都係。係，跟住之後有一次係聽到有同事收音機嗰度，收音機直接佢電腦有同事收音機，即係你唔認我喺 office 冇，我冇聽收音機，嗰個係同事收音機嚟㗎。今日因為翻公司開會嘛，開下2014年嘅大計啦，新年梗係咁啊！大家都話：喂，你次次你啲歌名咁慘，一陣去 NBA Dinner 嘅時候接到 show 咧，你唔可以唱自己歌喎，一係咧就完全食，一係咧就同罪了破鏡，即係冇隻好嘅，冇隻即係唔係冇隻好歌，冇隻個名係開心，咁人哋 NBA Dinner 嘛，或者嚟緊即係情人節唔通唱空場平咩？咁啊，2月14日要去即係澳門啦，咁啊，同澳門嘅朋友共度我情人節啦。咁而家都為咗呢個揀歌，非常之傷腦筋嘅。咁嚟緊亦都會做翻多啲好歌名嘅歌啦，因為真係要 Anita 嘅時候都要發揮下自己嘅歌啦。咁啊，呢一隻以下呢一隻歌咧，我都成日聽嘅，都係我好喜歡、好喜歡嘅女歌手劉冰蓮嘅。完，希望你中意。Thank you.
多謝。呢首歌簡直～